王沙妈祖慈善基金会成立的主要宗旨是给予机会不幸即贫穷住情金钱上的援助，为他们解困即带来欢笑。而举办孝亲敬老这个活动也符合了基金会的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大原则，因此在来的日子里，王沙妈祖慈善基金会将会继续的有力的办这项的活动，让区内的各种种族以力为全民。最后我在此向大家拜个早年，恭贺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掌声感谢王沙妈祖慈善基金会代表吴荣强同志的致辞。